有点沙色，就是有点灰灰的，杏灰沙。它是棉麻，可是它不是你们认识的那一种棉麻。前面的这里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完全帮我们遮手臂，然后遮副乳，然后这边舒舒服服又不会卡袖，这边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紧啊勒啊，然后这里连我就是比较偏瘦，它都不会再掉下来。最友善的绝对是正面，你看过来，这里全收了，背后也是。全部都收好了。长度的部分，我身高161公分，基本上小个儿啊、高个儿，我觉得都穿都没有问题。有做安全内里，而且夏天是不是越来越热？你看一下，安全内里是网纱，它的飘逸感非常非常好。但是你去海边也不用怕说整个裙子飞起来，它的裙摆飘逸感就是大概落在这里。它为什么会高级？是因为第一个它有做这些抓皱，所以让它整体的版型看起来非常有设计感。再来肩线的地方，我39/40的肩，它就可以落在我这个肩线的地方。欸、完全，大部分的女生都有一点点。对，现在会帮你直接就是挡好遮好，然后又露一点小性感的腰，所以呢又不会露太多，所以你就不用怕说那个肉会直接溢出。